喂，阿杰，是我，我同意离婚。你想好了？对，我考虑好了。这么一直拖着你，这样不好。但是我有个条件，不能说是条件，我有个请求，阿杰，你能答应吗？你说吧。我想再回家吃一顿你亲手做的饭。你回来吧。简单的收拾了一下，那也很不简单了。坐吧，吃饭了。哎，喝点没事吧？啊，喝点没事吧？没事，喝点。我来。我来给你倒啊！我来。桃子没在啊？去我妈那儿了。OK。吃吧。哎，来，阿金，我先敬你一杯。桃子上了166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阿青，但凡我尽点心，孩子就能上重点中学。不说了，都怪我。不过反过来想，上什么大学，拿什么学历，其实对人生不重要。你看我，读了这么多书。拿了博士学位，不还是废物一个吗？我连自己老婆孩子都守不住。阿杰，你知道吗？很多次，你睡着了。我就坐在你旁边，看着你熟睡的样子，每次我都会想起，你当年根本不管你妈你姐如何反对，拼命要嫁给我的样子。我就觉得特别甜蜜，也很感伤。每次我都痛下决心，我一定要。给你最幸福的生活。这决心代替不了现实，它也改变不了现实啊！我什么都不会，我就会搞实验，可搞实验不能当饭吃，我这一搞就是十几年，真是辛苦你了。所以这一次你。
坚持要离，我特别能理解。我也决定接受。彻底摆脱了杨树，干杯！哎哎，阿金阿金，你听我说，你听我说，阿金阿金，哎，要是你真的这么难过。那咱们就先不离了。干杯。杨树，马阿琴，你们对这个离婚协议书没有异议了吧？没有。杨树。嗯。没有。照顾好自己，别一天到晚的扎在实验室里，平时没事多出来走走。你没什么话要跟我说吗？有啊。那什么，你别太着急再婚啊。还有呢？啊，我说，哎，你回头当然可以再婚，但别太着急。我们俩都离婚了，你还管我吗？我没管你，就是。就算一个建议吧。那我阿姐，我要是想你了，想桃子了，可以回家吗？你要想孩子了，可以回去。那锁你别换啊！我要找不到东西，我能给你打电话吗？因为东西都是你帮我收拾的。对了，阿琴，你当厨师的，每天油烟太大了，你应该适当的去做一做什么面部 SPA 什么的。没了。
没事的。再见。同学们好，老师好，同学们辛苦了，不辛苦。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建国，是你们的政治老师，也是你们的班主任。很高兴跟同学们度过三年的时光。初中阶段呢，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阶段。初中打好了基础，就会顺利的升入高中，考入好的大学。叫什么？杨淘淘。想起来了，考试的时候晕倒的那个人就是你吧？是我把你抬出去的，还记得吗？我都晕了，还记得谁把我抬出去？困吗？接着睡吧。下面你们自我介绍一下，从这儿开始。你叫什么？方瑞雪。穆森林。杨淘淘。葛雨辰。李航月。曼曼，今天你怎么来接我呀？你不上班吗？上车吧。桃子，妈想跟你说个事儿。妈，什么事儿啊？是想跟我说你跟我爸离婚的事儿。对不起啊，桃子。你们真要离呀？桃子，妈想跟你说，就算我跟你爸已经分开了，我们俩对你的爱是不会变的。妈妈还是妈妈，爸爸还是爸爸，我们俩永远都是最爱你的。妈妈，你们离了婚，我想跟你过。妈什么都不要，妈就要你。妈妈，那我以后还能经常见到爸爸吗？你爸经常会回来看你的。对不起啊，桃子。妈妈，妈妈。杨老师，嘿，忙了一天了，您歇会儿吧。嘿，哎，杨老师啊，嗯，问您个不该问的问题。你说，您爱人为什么要跟您离婚啊？哎，我天天做实验，不管家，对我有怨言了呗。那我就觉得这是您爱人不理解您的地方了。像您这种那么伟大的科学家，可是为了全中国、全世界，甚至是全人类做实验，哪还能兼顾得了小家呀？哎，严重了，严重了。
我连一个丈夫、一个父亲的职责都没尽到，挺惭愧的。不会的，一个人的价值要最大化的体现嘛。像您这样的科学家，如果在家里陪老婆带孩子，那简直就是大材小用了，太浪费了。做您这种伟大科学家的背后的那个人，一定要做出很大的牺牲，对不对？你说的让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就是一普通人。实际上，我连个普通人都不如。我生活上什么不会？不普通，您可不普通。就算您最后实验成果没有出来，您在我心目里也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也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男人。您知道吗？当一个男人如此执着于自己事业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最伟大、最有魅力的。如果我未来的另一半是这么伟大的话，只要我能够做到的，我愿意为他做所有的牺牲。杨老师，开饭了。哦，哟，杨老师吃饭吧。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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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手套还没摘呢。哦，是。杨老师，饭在休息室。好，好，好，辛苦了啊。过。怎么了，大美女？没事啊。心情不好。跟我说说，哪有啊？提问，回答。眼镜发明之前，眼镜蛇叫什么？哎，你别让我动脑子，行不行？快告诉我，否则我吃不下饭。那正好，省了，你没事我替你吃啊。吃饭去了，我。孙悟空吧，哎呦，真的是唐僧，我们班政治老师，一男的，好像40多岁吧。哎，他还说我考试晕倒的那天就是他把我抬出去的，还说是缘分。哦，就是他呀！完了，我这3年大好青春算是交代了。哎，别介啊，我看那个人好像还挺不错的，有信心啊。哎，你看老刘跳的怎么样啊？这什么呀，多老土的音乐呀！几年前的了吧？那好多年前了。哎，你现在有新的？当然有了。哎，我们学校正在流行那个江南 star， 咱们也来。你老了你会跳吗？这有什么不会，不就这样吗？瞎蹦吧，快点。好，那我放了啊。你觉不觉得杨老师特别奇怪啊？他真是一怪人，科学怪人，你觉不觉得？这搞科学和搞艺术的哪有正常人啊？这正常人也干不了这个呀。哎，但是您可别小看了杨老师啊，他实验马上就快成功了。你怎么知道的？那我当然知道了，那我爸会轻易出巨资给杨老师做这个实验室吗？哎，昨天我听见我爸跟美国人聊天，就说杨老师的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哎，对了，果果，我上次跟你说那个事儿，你想好没有啊？嗯，什么事儿？就是你什么时候做我的当归啊？还没想好呢。果果，
我露露也算是要貌有貌，要钱有钱了吧？啊？貌嘛一般般，钱嘛不是你的，是你老爸的。再说了，你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帮你爸打理公司，谁知道你以后成不成器呀？你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实习生，刚毕业的小屁孩。瞧瞧，多功利，多现实。现在这女性太可怕了，比男人狠多了。哎，说话注意点啊！你知道吗？这功利跟现实加一起就等于是真实。最起码我不欺骗你啊，对不对？我什么样就什么样，对不对？现在外面有大把女孩就各种骗来骗去的，哎，不过挺适合你的。是，我现在没钱，相貌又平平，但我对你这一片孝心，你感受到了吧？打住啊！孝心留给你爸妈孝心吧，我以后的儿子一定会孝敬我的。我不同意演员的意见，他知道不知道？他一个人变了，全体人物都要跟着变，我不会按照他的意见去修改的。张总，哎呀，来了，客人都到了吗？到了。不行，我先给你上个果盘这么大啊，让他们安排一下。就问那个，你别跟我说啊，北方不是，哎呀，北山不是，北川，对，北川，幸亏你告诉我，要不然指不定说出什么来了呢。哎呀，幸亏啊，我是你的那个栏目的蓝迷，我可崇拜你，真的很崇拜。哎呀，我一直梦想着，就是什么机会才能碰到你。你看今天，完全是命运的捉弄，咱俩就走到一起来了。你有什么事吗？啊，那个，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啊。我结过三次婚，离了三次，还有仨孩子。就我这前半生啊，目前为止啊，基本就属于结了婚离，结了婚离，离了结。完了生孩子又没干别的，那今天我碰到你了，情感大师，你帮我解惑呗，啊！您这一口牙挺漂亮的。啊，我这个牙箍，我一直吧就寻找我离婚的这个原因，失败的原因。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悟到了，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牙太伤人了。你咬人啊？不光咬，有时候急了也动手，不就是夫妻间那种打情骂俏的那个推推搡搡的。嗯，我就想，我说我把牙就重新的排列组合一下，会不会好一点？弄一个，想咬得更齐？不想给它咬出一道彩虹来。果果，走吧。你先走吧，我一会儿再走。别呀，哎，我请你看电影，大片。我不喜欢看电影。那我请你吃宵夜。我减肥呀，老大。那我请你唱歌，你去吗？是，我就觉得都下班了，杨老师也该休息了，是不是？我不休息。得，你忙你们的。那行，那你早点回家啊。哎，知道了，你先走吧，拜拜，露露。杨老师，那我先走了。哎，好，明天别忘了按时过来啊。好。还没走啊，杨老师，这么晚了还在工作啊？啊，还一点就完了，你先回去吧。啊，
杨老师，我帮您把衣服洗了吧。哎，果果，哎，果果，这不行，这怎么能让你洗衣服呢？哎呀，杨老师，你快给我吧，不就两件衣服吗？没事儿。不是，果果，你是我工作上的助理，又不是我生活助理，这家务事儿不能让你做。哎呀，杨老师，我帮您做好家务，您不就更有时间搞研究了吗？就两件衣服，没事的，很快就洗完了。杨老师，您等我啊。你们对这个离婚协议书没有异议了吧？我要是想你了，我想桃子了，可以回家吗？回头当然可以再婚，别太着急。太谢谢你了，跟我那么客气干什么呀？应该的。哟，天晚了，你今天晚上就别回。不是，你今天晚上你得赶紧走啊。没事儿，杨老师，我家里也没人等我，家里都是外地的，父母也都在外地。那他们也会担心呢、啊。再说天晚了不安全，你还是走吧。没事，谢谢杨老师担心。嗯，我有点饿了，要不咱们出去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是这样的，我晚上一般都不吃东西的，8点钟以后不进食，我就吃一个苹果啊，对消化有好处。杨老师，你可以少吃点啊，您看在我为你洗衣服收拾房间的份上，不能请我吃点东西啊？你也太抠了吧。我当然能请你，看你说的哪，我请你，你想吃什么？我知道有一个地方特别好，港式茶餐厅。啊、不会太贵吧？杨老师、啊，走，你吃我不吃啊，咱说好了。好，行，走。哎，咱们坐这儿吧。行，请坐。行。请问两位吃点什么呀？啊，给我一屉小笼包。还有一碗皮蛋瘦肉粥。哎，别点太多啊！我晚上不吃东西，我纯粹陪你来的。好，还有一份黑椒牛仔骨。好，请您稍等。好的，杨老师怎么样？这环境不错吧？我上学的时候经常来这儿吃东西。嗯。自己租的房子？自己哪租得起啊？特别贵，我是跟别人合租的。嗯。特别想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家。说起一个家，我觉得小鹿这小伙子不错啊，他对你好像也有意思，是不是？他就能给你提供一个家。两位打扰一下。哎，来，你得把握住这机会。杨老师，嗯，你刚刚说起鹿鹿，我正有事儿求您呢。瞧不瞧他，什么事儿？你说。嗯，你也看得出来，他一直都在追我，我也一直都在拒绝他。可是他还挺坚持的，所以我希望您跟他单独相处的时候能够劝劝他，别让他再追我了。为什么呀？不是，你为什么要拒绝人家呀？小伙条件不错啊，长相挺好的。家庭条件也不错，看起来像富二代。杨老师啊，长相跟家庭条件都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正因为他是富二代，所以我就更不能跟他在一起了。不是，这条件好的你都不要，那你要什么样的？长相跟家庭条件最多了，也就是一个男人的软件。我希望找的是一个男人的硬件过硬的那种。你还真不简单，我没看出来。你说的真好，真的，像你这样的80后能这么想问题、看问题，很少见。杨老师啊，其
其实我心目中那个硬件过硬的男人，我已经有目标了。真的？那你可要抓紧啊！啊？我知道，我正在抓紧。这样，我先预祝你拿下这个硬件强的男人，祝你成功。祝你找到这个硬件强的男人，我一定会成功的。喂，杨树。阿琴，你刚才到我这儿来过了。啊。你把银行卡放我这儿什么意思啊？那是工资卡。那三个月工资全在上面了，还有奖金，密码就是你的生日。你就拿着花吧。啊。我告诉你，杨树没用。我是因为钱跟你离婚的吗？我是爱钱的女人吗？我没别的意思，你不管。你不管因为什么抛弃的我，我不花钱，我哪儿花过钱呀？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对不对？你就拿着吧，也算是我的一点意思。我也不会花的，我先给桃子留着吧。嗯。我跟你说，杨叔，你下次到我这儿来，别偷偷摸摸的好吗？你吓唬谁呢你？我告诉你，现在我是个单身女人，我有防身武器，我闭着眼睛砍伤了谁，我可不管。喂。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喂，喂，喂！是不是放假了？放假了，彻底自由了。放假了啊！嗯、我要上网了。哎，等等等等等等，你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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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问你，你考的怎么样？你还没跟我汇报呢。就那样呗。就哪样啊？老样子。老样子？老样子是什么样子啊？哎，老师不能在你那考试卷上写上老样子仨字儿吧。我可告诉你啊，你呀、啊、赶紧告诉我，别到时候你妈问起你功课来，我都不知道，你把我都吓一跳，你可别怪我到时候不能帮你啊。那好吧。啊，哟，吴
错呀呀，这语文88，英语85，不错，挺不错的。啊，喂，王老师，啊，你好，我是杨淘淘的妈妈，你刚给我打电话了，不好意思，我在开车。啊，现在吗？啊，我有时间。啊，好的好的，那我现在马上过去。啊，好的，王老师。哎，人家等等等等，数学呢？数学老师没发卷子。你这哪里了？59啊！这都没及格，还差一分啊？怎么回事啊？你这是啊？数学老师那么小气，都给我加一分，让我及格会死啊？你要是好好考，多考一分，你会死啊？我还想考好呢，我还想多加41分呢。可那些题我都不会。哎，你说说你这孩子，你爸爸是理科的博士，那数学好的不得了啊，他怎么就没传给你一点呢？啊，姥姥，这你就不能问我了，得问我爸。他干嘛那么小气啊？都遗传给我一点不行啊？哎，王老师吧？哎，你好，你好。啊，杨淘淘的对妈妈母亲啊，是的。哦，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坐坐坐。今天呢，请你来呢，是想跟你说说这个淘淘的这个期末成绩的事儿。啊，这次期末数学成绩呢，考得不理想，不及格。啊，这不及格的同学只有3位。近日呢，隶属于某公司的杨树先生就公布了他最新发明的一种能够使人延缓衰老的一种神奇的药剂。他在一种名叫黄芪的中草药当中发现了一种珍贵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能够激活一种名叫瑞利酶的酶，而这种酶能够对染色体的终端进行保护，从而呢也就间接的保护了细胞。该研究小组呢曾经在老鼠身上进行过一次实验，实验呢通过对老鼠体内注入这种活性剂之后，发现老鼠的染色体终端得到了延长，而且免疫系统也得到了恢复，甚至连骨骼密度也都提高了。那么这就意味着，如果人类注射了这种营养补充剂，就会延长染色体的终端，重新复活细胞的特征和功能，那也会使皮肤从松弛褶皱自然恢复到年轻时的紧致美丽。目前呢，这种助颜剂已经在实验室取得了成功。成绩不及格，啊，考得非常的不理想，倒数第3。王老师，不好意思啊。喂，阿琴啊，妈，你说，你不许挂电话啊！哎，我跟你说啊，哎呀，你在什么地方啊？上班呢？你赶紧回来吧，家里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杨树出事了，他出